我们再来关注排球，亚运会女排小组赛昨天继续进行，中国女排是3-0战胜了中国台北女排，三局比分分别是25-10、25-14和25-14。袁心玥呢贡献了全场最高的12分，朱婷再次打满了3局，拿到11分，中国女排收获了2连胜。中国女排的第3场小组赛呢，8月23号继续进行，将会迎战韩国女排。